还有一个，刚才对面楼梯啊，打残了一个，还右边，小子，黄标打残了，打药呢，可以炸的，就在脚下。 头上都有一个，哎，打残了，在这岗亭，黄标往右跑的，还在跑吗？应该没跑了，在这个树后面，树后面。啊！好。黄金卫将有个趴着的，直接开过去吧。找了一个黄金卫将。不可能。 右边围墙有一个，被打头了，我打药，好的，右手有一个，还在房子里边，看一下，没看到，脸上，牛逼。 最后一个，被顶石头了，操，两枪死了呗。哎，倒的。另一队，我就把右上这个独狼给他杀了。我要顶江这。小王，你靠后边去。右上死了。啊，那直接救。今天反斜两个都倒了。我，你今天反斜丢雷。 不要往前走，里面躲着，兄弟们。这边枪我们是不是也不太好进啊？我翻了。我操！这好 timing， 不用管我。这什么逼 timing？ 左边也倒了一个伊兰。你眼挺尖呀！你眼挺尖，嘴挺快。这一队还挺英勇啊，直接冲过来就干我们啊！ 倒在哪了？仓库里面，仓库里边，就黄标，仓库里边，左边那个小张。哎呀，我操！哎，他这还可以，他这还可以，他这个仓库还可以。什么情况，一男？他就一个独狼在这里。我这个人有点肿的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人摇摆枪法干了我。